三角洲行动的改枪能到什么程度呢？这是裸配的维克托，像个方盒子。这个是爆改后的维克托，直接变成银河战舰，比步枪还长。属性上射程啊也是超越了部分步枪。很多人都以为维克托用达姆弹修脚厉害，但是这种超高射程外加超快射速的情况下，配合穿甲弹才是真正恐怖的存在。让我们进入游戏啊，这把破在小镇有曼德尔砖啊，直接去抢砖，矫饰一下射程。这里都近100米了，也没有任何影响。砖也是被敌人抢先一步拿去破译了，但是不要紧啊，放队友在山上打狙，我潜入。走，了解他的位置，然后我就会上。具体标，精确标。好的好的。但我之前我反正这儿倒了一个，我在看。一枪甲，三人队。这里有一个半圈的。Location is ahead.倒了，啊不对，这个是我，你打倒了一个还不死的。掩护生成完毕。双眼。哼，这就是你们抢领导砖的下场。这队人啊很肥，他们之前就已经灭了一队了。M4A1、SCAR-H、四级弹、MP5，还有一大堆其他物资，总共拿了近80万，也是成功和苏北填满背包拿到了曼德尔砖。不过啊，我还能贪，这把再去雷达站看一看，万一刷 BOSS 了呢？进了主楼也是听到音乐了呀，说明刷 BOSS。 不过话说这个图的黑叔叔 BOSS 爱唱歌，是不是有点搞？玩归玩，闹归闹， BOSS 实力还是很强的。他的武器是一把20发大弹鼓霰弹枪，室内战很厉害，我们就分两头进攻，他从正门，我从侧门。这玻璃打不穿，我这边玻璃打不穿。还会看电视。来看看 BOSS 的装备啊，感觉亚斑斑。不过话说他刚刚不是没头吗？咋装备里有个头？再来摸一个保险箱。话说这个游戏爆率是真的高呀，又出了一个小红。出红了，出红了，出红了吗？你拿吧。最后啊，又摸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一共赚了90多万。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麻烦给我点赞，来个3连吧，拜拜。